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祷告会上见到大家。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一起经历神迹，阿门，阿门。我们一起经历神的医治，阿门，阿门，阿门。好，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安静我们自己，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来向神祷告。主啊，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你的同在里面，主啊，我们今天要感受到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今天要被你的能力大大的充满我们。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开声，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无论我们带着怎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况，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重担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主，我们渴望，主啊，在今天晚上，主，我们要遇见你，主，我们渴望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得着你的能力，主，我们渴望在今天晚上，主，我们要经历你的神迹，主，我们将我们的心，主，我们全人都交托在神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向你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的，阿门，阿门。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声来到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先给神一个最大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欢迎你，主，你的荣耀就充满在这里。
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感谢主，赞美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神啊，我们就是要跳，我们就是要在你的面前像小孩一样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因为你配的，你是圣洁的。
让我们带着宣告，因为耶稣的名字大有能力，因为耶稣的名字的医治世上的人，因为耶稣的名字使死人复活，因为耶稣带给我们盼望，我们宣告耶稣的名，因为他的名大有能力。哈利路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今晚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今晚就在这里，大能彰显在地，何下能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来呼喊耶稣的名，大声的呼喊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耶稣你大有能力，耶稣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耶稣能不能我们就在你的同在当中，主我们放下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让我们单单的以心灵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享受神你的拥抱，我们享受神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享受你与我们的同在。主我们知道大卫他原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这并不能带给他满足，因为唯有你能够满足他。神啊，今天我们也要学习像大卫一样，主啊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取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一切，让我们单单的
安静地在你面前享受你的同在。
在你的殿中。神啊，谢谢你给我们如此的恩典，能够进入到你的殿中，能不能让我们留在你的同在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神啊，我们渴慕与你同在，我们就渴慕进入到你的同在里。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使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神啊，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弟兄姐妹，你可能在一个困难当中，也许你有一个祷告，而你祷告了许久，但是好像看不见神，神好像还没有应允你。我觉得神要对你说，神的话语说，我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5。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对你永远不离不弃。我们再唱一次副歌，然后我们会进入方言祷告10分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是的，神啊，让我们留在你的同在里。自我力量，这是我们心中的火，不是我们的呼求。我哪能不想起剩下日夜？能够日夜在你的殿中，这是你的恩典。全心全意。I'm gonna get the money.
脚前来与你说话，谢谢你听我们所心里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天导读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诗篇的第一节，今天的导读只用诗篇23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过因为诗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可以来复习一次，我们来读一遍好吗？一二三，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OK, 出来了，再来一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就如刚才诗歌所说的，让我们留在神的殿中与神同在。今天的导读经文其实只是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诗篇里面，牧者的意思是牧羊人，是看顾羊群的人。一位牧羊，一位好的牧羊人，一位牧者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向导，是一个领路的人。每一天牧羊人要带领羊群从羊圈里面走出来，领他们去到有草的地方。有草的地方也许很远，因为附近的草可能都吃完了，所以要去到比较远的山丘或者山谷中。有时候走很远，那么在这样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好的牧羊人必须要掌握整个羊群的需要，他也必须要掌握每一只羊的需要。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掌握我们整个群体的需要，包括今天在实体以及在线上的。我们的神耶和华也掌握你每一个人个人的需要。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整体的牧者，也是你个人的牧者，你是你专属的牧者。他使我们必不致缺乏，他使你必不致缺乏。他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他的，
就刚才诗歌所说的，我属于你，我们属于他。我曾经有机会去蒙古，去拜访蒙古的教会，在蒙古的大草原上住上几天，住在蒙古包里面，跟牧羊人住在一起。我亲眼目睹牧羊人总是可以把羊群聚在一起，大草原上面没有围杆，没有栏杆，没有围栏，但是那些羊就是聚在一起一堆，然后乖乖的跟着牧羊人走，去到他们有草吃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走哪里，就是跟着牧羊人，他们不会乱乱跑，他们要走几个英里，是的，很远，要走很远，去到有足够的草的地方。然后在天黑之前呢，牧羊人会把羊群带回到他的羊圈里面，并且确保没有一只是漏掉的。我其实很惊奇，一群的羊，很多很多，其实几百只我也算不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只，总之一群是几百只，有老有少，有大有小，小的就在妈妈爸爸叔叔阿姨的下面这样子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羊不会排队，牧羊人怎样知道有多少只呢？羊也不是童子军，如果他是童子军，你可以命令他们立正，向左转，报数，三度，度啊，地啊。但是他们不会，他们还是这样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羊也没有小组，没有小组组长，小组组长可以确保他的羊没有丢失，他确保没有漏掉任何一只。但是在大草原上的羊没有小组组长，牧羊人怎样知道呢？我其实我很惊奇也很惊讶，我就是不明白。然而牧羊人就是有办法，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办法，他就是有办法确保没有一只漏掉。同样的，耶和华神确保他不会漏掉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向你左边右边的人说，上帝不会漏掉你。一个好牧人会持续地照顾他的羊群，他也是羊群的守护者。例如大卫，他在牧羊的时候，有狮子有熊来抓走羊，大卫怎么做呢？他揪住那个狮子的胡须啊，然后把狮子的口撕开，把羊救出来。有时候他连自己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无论如何，大卫还不至于为羊舍命，但是我们的神却为了你，为了我的生命而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记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即使牧羊人能够赶掉这一些狮子啊、熊啊，羊群也很可能会受到惊吓而散开，躲进石头的缝中啊，或者躲进灌木丛底下。因此，牧羊人需要重新把他们找回来，把他们从各种细缝当中、把角落当中把羊找回来。而羊受了惊吓，牧羊人要安慰他们；羊受了伤，牧羊人要为他们裹伤。羊当下的需要，牧羊人都知道；我们当下的需要，神也都知道，并且神都供应。我们身体基本的需要是空气、
水、食物、衣服、温度，使我们可以生存。我们的灵和魂也有各样的需要，我们需要有平安、有爱，需要有能力面对困难，我们有情绪的需要，我们的灵也需要与主联合，需要有顺服的心，有圣洁的灵性。我们的灵魂体都有需要。我们既然有那么多一连串的需要，就代表了人生可能是一连串的缺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缺乏某一些的需要。但是有神的人就不自缺乏，经文说我必不自缺乏，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且他供应我们，使我们必不致缺乏。让我们以这样的确信来导读。导读是重复多次的宣告神的话语，把神的应许读进我们的心，读进我们的灵，读进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直到我们的身心和灵完全的相信和降服在神的面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让我们来读导读文一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你是我的，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好牧者。我清楚地知道，耶和华神，你是我的，而我也是属你的。没有任何人事物，没有任何灵界的势力能够断开我与你的关系。我宣告，我必不缺乏够用的恩典，因为耶和华，你是我的好牧者，你给我的恩典排山倒海而来。在这里，你可以思想神给你的恩典，并且感谢神的供应。我们继续生活的需要。你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日用的饮食，我一切所需用的都从你而来。虽然通货膨胀，我所需要的都不缺乏。我不缺乏资金，我不会周转不灵。我不缺乏贵人，你就是我的人脉。我不缺乏才干，因为耶和华，你是我的好牧者。我不缺乏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宣告，我必不致缺乏，我一切所需要的都不缺乏。鼓励你在这里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宣告。平安的需要，你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平安，我有完全的平安。你保守我和我的家人不受任何的病毒感染，我出我入，你都保守我十分平安。你的天军守护我的家和我属灵的家，你保护我不受任何恶者的攻击或破坏。我宣告，我必不缺乏平安，我必不缺乏喜乐。爱的需要，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从你而来的爱。我不缺乏爱人的心，我也不缺乏被人所爱。我领受你完全的爱，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我。你的爱使我不再自卑，你的爱恢复我与自己的关系，你的爱修护我与家人之间的嫌隙。我必能饶恕，能原谅，能释怀，能接纳，能合一。你的爱使我的心得着完全的满足。面对困难和挑战，虽然
我可能遇见死荫的幽谷，我却可以行过幽谷，因为你牵着我的手，安慰我，给我力量。虽然我的敌人围绕取笑我，但是你却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使我受宠若惊。你甚至让我化敌为友，化险为夷。你死而复活的大能充满我，我必不缺乏怀孕生子的能力。你医治的恩典临到我与我家人，我要领受你全然的健康。在这里你可以为你自己或家人来宣告，你不缺乏顺服与圣洁。你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顺服你的心智。我的心顺服你，除掉一切的悖逆。我的心顺服你，体贴你的圣灵。我支取你的圣洁，洁净我心里面一切的不义、污秽、骄傲、邪恶和犯罪的欲望，赐给我守节心清。耶和华神，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现在我们一起来导读，鼓励你开声导读，鼓励你大声的来导读，来宣告神的话语。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排山倒海式的。哦，沙基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西克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苏基亚达巴西克德里巴沙基亚达巴西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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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巴西克达巴沙基亚达巴西克达巴西克达巴沙基亚达巴西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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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巴苏基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沙基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沙基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西克达拉巴西克德里。你是我的牧者，我们不缺乏我们日用的饮食。哦，苏基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亚达拉巴萨克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西克亚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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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苏基亚达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萨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萨克亚达巴西克德巴萨克亚达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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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亚达巴萨克亚达巴西克德里巴苏基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苏基亚达。神啊，你听见弟兄姐妹向你的呼求，是的，他们的需要你亲自的供应。哦，沙基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西克亚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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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萨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萨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苏基亚达巴西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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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达巴萨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德。巴沙基亚达巴西基亚达拉巴西基德里巴西基亚达拉巴沙基亚达拉巴西基亚达拉巴沙基亚达巴西基亚达拉巴西基德里巴苏基亚达拉巴西基亚达拉巴西基德里巴西基亚达拉巴沙基亚达拉巴西基德里巴西基亚达巴沙基亚达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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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德里。你是我的牧者，你是弟兄姐妹的牧者，你使我们不缺乏平安，并且我们不缺乏喜乐。哦，苏基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沙克亚达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沙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沙克亚达巴苏基亚达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德里巴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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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巴沙基亚达拉巴西基德里，巴沙基亚达拉巴沙基亚达拉巴沙基亚达拉巴西基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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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缺乏从你而来的爱，神，你的爱充充满满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哦，苏克德勒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亚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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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有时候我们可能遇见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却可以行过，因为你与弟兄姐妹同在，你牵着他们的手，你安慰他们，并且给他们力量。哦，苏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萨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苏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苏克亚达拉巴萨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苏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萨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萨克亚达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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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亚达巴萨克亚达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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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亚达巴苏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西克德勒，神，你是弟兄姐妹的牧者，他们不缺乏顺服你的心智，因为这是你的心愿。哦，沙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西克德勒，神也让我们能够支取从你而来，你里面的圣洁，使我们心里面一切的不义、一切的污秽都被你来洁净。哦，沙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沙克亚达巴沙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沙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苏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西克亚达拉巴沙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巴苏克亚达巴西克亚达巴沙克亚达巴沙克亚达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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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亚达拉巴西克德勒。哦，苏克德勒，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如此的应许，你是我们的牧者，并且我们也如此相信你就是我们的牧者，以致我们必不致缺乏。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最后的两行，一二三，请。耶和华神，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再一次，耶和华神，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一起的来读诗篇八十八篇一到二节。我数一二三后，我们一起的来读一二三。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恳求。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在这里，诗人说：“
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的面前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求你侧听我的恳求。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呼求神的时候，愿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们说阿们吗？Man, 所以今天我们呢要带着信心来祷告，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我们的幸福主日来祷告。我们呢在六月，我们的这个六月十九号还有二十六号有两场的这个幸福主日，有两天的幸福主日，我们要带着信心来祷告。我相信我们呢必得人如得意，你们说阿们吗？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什么呢？等下我们要祷告呢，我们就要求神呢来恩膏啊我们的分享见证的嘉宾陈泰明弟兄和 Mary 陈金莲姐妹，我们呢求神恩膏他们，也求神来保守他们。然后过后我们也祷告求神来恩膏每一个团队，包括敬拜团、音响组、招待团，还有陪谈员、交通保安等等啊，所有的服事人员，我们求神来恩膏，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然后我们也求主呢来带领整个这个节目流程呢能够顺利的进行，求主的保险遮盖所有的音响器材、灯光、舞台，还有呢我们的网线哈，就是我们有直播，所以我们要求神来保守。OK， 过后呢我们呢就接下来也来祷告，就是求神的帮助我们的受邀的 Best 能够顺利的啊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命令一切的拦阻都要退去，宣告他们能够顺利的来到。我们也接下来也求圣灵呢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叫人呢能够悔改接受啊耶稣的宝贵的救恩。我们要奉耶稣这名呢命令一切的拦阻人认识神的欺骗的灵、蒙蔽的灵、骄傲的灵，还有拜偶像和行邪术的灵，都要通通都要离开他们，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然后最后我们要一起同心合一的用方言来征战，用方言来祷告，求圣灵感动啊，就是巴生谷一带的华人呢，从东南西北啊，这个把这个寻找耶稣的人呢，都吹到我们的当中。我相信我们在当天必有大的收获。阿门。Amen。那最后完了过后，我们才来做宣告。OK。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带着啊这个渴慕的心、祷告的心，一起的来呼求神。我们呼求神说：“神啊，你为我们在这两个幸福主日，为我们打开天窗。”你们说阿们吗？Amen。让我们带着信心，我们一起的来唱这首诗歌，打开天窗。用我的祷告，如下陈列，在你面前。敬拜在你宝座前，在你面前。
在这两次的幸福主日，主啊，你来掌权，主啊，是的，主主，你来恩膏我们的讲言，哦，主啊，是的，主主，我们的这个分享嘉宾，主啊，陈泰明弟兄和 Mary 陈静莲姐妹，主啊，祈求你的恩膏临到他们，主啊，是的，主主啊，在他们预备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祈求你，主啊，你的灵充满他们，主啊，是的，主主啊，在他们预备的时候，主啊，能够蒙你的启示，主啊，是的，主能够把他们生命的见证，把他们分享出来。主啊，是的，主，我们祈求你，主啊，来带领他们，在当天分享的时候，主啊，你的恩膏临到他们，你膏抹他们的口，主啊，让他们口，主啊，能够，哦，主啊，讲分享他们见证的时候，充满着你的能力，主啊，是的，主，主啊，让听见的人，主啊，能够得到，哦，帮助，让听见的人，他们的心敞开，能够，哦，相信你就是唯一的真神，相信你，你就是全能的神，主啊，我们祈求你来做这个奇妙的工作，主啊，你恩膏，哦，主啊，我们的讲言，哦，主，我们再次的
把他们交托，主你也保守他们，主我们奉耶稣基督宣告，他们的身心灵都要健康强壮。主啊，是的，主你保护他们的出入平安，你与他们同在，我们也祈求你来带领，主啊，恩膏我们的整个这个团队。主啊，是的，主当天我们整个团队，无论是敬拜团、音响团队，主啊，招待的、陪谈的，哦，主啊，交通保安，哦，主还有所有带 best 来的弟兄姐妹，主啊，是主，主啊，你来恩膏我们，主啊，让我们充满你的恩膏来服侍你，主啊，是主帮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把哦，主啊，把所有你吩咐我们的，主啊，主你给我们的任务能够把它做好，主啊，是主，主啊，祈求你来带领我们宣告所有的团队，哦，都必蒙你的恩膏，你充满着你的能力，哦，主啊，来服侍你，我们服侍你，哦，主啊，是主是大有果效的，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也祈求你来带领。主啊，在当天整个这个流程，我们都把它交托给你。主啊，是的，主啊，从头到末了，从敬拜，哦，主啊，从分享见证到呼召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的带领。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祈求你来带领。哦，主啊，祈求你来帮助。主啊，是的，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哦，主啊，整个，哦，主啊，音响器材、灯光、舞台，还有这个网线，主啊，你都来保守看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搅扰的要完全的退去。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在当中掌权。主啊，是主从地从一条路来攻击，地从一条路逃跑。我们宣告主啊，整个聚会充满着你的荣耀，充满着你的同在。哦，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拉巴格拉巴巴巴西格拉达达达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巴巴，那我们用方言来祷告。撒达巴格拉达达达巴西格拉达达达巴巴巴巴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达巴巴巴巴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达巴西格拉达达达巴巴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达巴西格拉达达达巴巴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巴西达巴格拉达达达巴巴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达巴西达巴格拉达达达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巴西达巴格拉达达达巴巴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巴西达巴格拉达达达巴巴巴。哦，撒达巴格拉达达巴西达巴格拉达达达巴巴巴。Oh, Santa Bagura, Santa Baba, Sigura, Santa Baba, Oh, Santa Bagura, Santa Baba, Sigura, Santa Baba, Oh, Santa Bag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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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a Baba, 今天我们来为我们的 best 来祷告，主啊，是主，我们请求你来掌权，主帮助我们邀请的 best 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主都能够顺利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命令一切拦阻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因素，都要完全的退去，主啊，是主，主啊，你要。用你的慈恩的手来带领他们，主啊牵引他们，主啊让他们顺利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是主，你为他们开的路没有人能够关上，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的拦阻要完全的退去，主啊你为他们开道路，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是主，我们也祈求你圣灵在当中，哦，主啊自由的运行，主啊这样的能够悔改接受你，哦，主啊接受你的这个救恩，主啊是主，主啊帮助，主啊一切，哦，主啊我们命令一切拦阻人认识你的至高之事都要完全的推进，一切的欺骗的灵，一切蒙蔽的灵，一切骄傲的灵，都主啊一切拜偶像和行邪术的灵都要完全的推进，主啊是主，我们宣告你在当中掌权，主啊是主，你愿人人悔改，哦，主啊愿你得着宝贵的救恩，主啊是主，所以来到 best都能够得到你宝贵的救恩，主啊是的，主主你在当中做这个奇妙的工作，主啊是的，主主我们欢呼，你来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是的，主我们宣告来到我们的当中的 best 都要得到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那我们一起用方言来祷告。Oh, Santa 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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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
哦，是的，巴古拉达巴西达巴古拉达达巴沙达巴巴巴巴巴巴巴。哦，主啊，是的，主。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宝座前，蒙你的悦纳。主啊，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要为这两个幸福主日，主啊，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祷告如香献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知道你必在我们的当中行奇妙的事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两个幸福主日充满着你的神迹，充满着你的大能，充满着你的荣耀。主啊，凡来到我们当中的 best， 他们都要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是的，主，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是主把 best 吹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的拦阻要完全的退去。我们宣告，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必从七条路来逃跑。主，我们宣告，靠着耶稣做的 best 必得胜有余。主啊，是的，主，人心要归向于你。主啊，是的，主，一切坚固的营垒要完全的被拆毁。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的坚固的营垒要完全的被拆毁。主啊，是的，主，宣告所有人的思想、心思意念要回转归向你，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做宣告的来祷告。我数一二三后，我们带着信心，我们起着来宣告：一二三，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巴生谷的东方交出属于这教会的灵魂，巴生谷的南方交出属于这教会的灵魂，巴生谷的西方交出属于这教会的灵魂，巴生谷的北方交出属于这教会的灵魂。奉耶稣的名叫仇敌释放，从东南西北方属于耶稣基督的灵魂都来幸福主日。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仇敌释放，从东南西北方属于耶稣基督的灵都来幸福主日。奉耶稣的名叫仇敌释放，从东南西北方属于耶稣基督的灵魂都来幸福主日。阿们。阿们。最后，我们要来等候神，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聆听神向我们所说的话。你可以站着或者坐下，让我们用一段短短的时间来方言祷告。哦，西克特的巴萨基亚塔拉巴，西克特的巴索基亚塔巴，西克特巴萨基亚塔巴，西克亚塔巴，西克特的巴，西克特的巴萨基亚。是的，神啊，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听你向我们轻轻说的话。谢谢你。
我刚才有一个领受，有许多人在黑暗的隧道里面，但是这里很光，这里很亮，神的教会是他的光，神的教会要显出他的光，在黑暗的隧道里面的人看见，要看见前面的光，他们要来到我们当中，他们要被耶稣基督得着。神耶和华是我们整体的牧者，他是我们教会的牧者，他要把他的人从西东西东南西北方带到他的教会来。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牧者，刚刚神向你的心所说的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封存在你的生命里面。神的话语带来造就、安慰和劝勉。让我们做结束的祷告。神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并且你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与你同住，并常把我们宝宝在你的怀中，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殿中，让我们能够仰脸，能够望见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息，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支取力量，让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自信，让我们与家人有平安，有美好的关系。神啊，谢谢你是这一位看顾和保守我们的神，我们要称颂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再见，今天的祷告会到此为止，愿神祝福你今晚有好睡眠，明天有好精神，你所需的一切都不缺乏，拜拜。